大家好，我们是今晚的主持人，我是 Gary， 我是浩仁。Gary 啊，不是啊，浩仁啊，我讲错，太紧张，不好意思。现场黑压压的，你知道目前有多少人啊？不知道哎。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了，我们现在分两大队，这里是第一大队，这里是第二大队。OK， 第一大队点到的，就让我们拍手尖叫一下。OK， 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吧。第一大队，没什么力，没什么力。好，左边，第二大队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热情，要比旁边的声音还要大，我没有用麦克风的声音都比他们大了呢。第二大队，啊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Jerry， 我觉得真的有点小声哎，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家变大声吗？我想一下，大家都太害羞了。对，大家有拿到节目册吗？你知道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吗？主题哦，是那个 Tutti 什么的吧？是 Tutti。Tutti。没错。那 Tutti 是什么 ？Tutti， 你都没有看出来。Tutti 就是全部的意思啊。那当我们等一下喊到 Tutti 的时候，请大家一起帮我们掌声加尖叫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试。Tutti， 看到我们可能不够帅啊，等一下后面上来可能就那个声音就跑出来。好，让我们欢迎长庚大学管乐团。在干什么啊？他们是主联方还是那个卖尿布的大象帮帮啊？都不是，都不是，他们是今年国赛特优的队伍呢。接下来他们就要带来明年国赛的指定曲。那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小默契吗？当我们说到 Tutti 的时候，记得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哦。那就让我们
一起吹响吧 ，Tilty。